嗨，宝子们，大晚上的发视频是因为我终于研究出了一个好玩的东西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吧。首先是你好，公爵。早上好。公爵，中午好。中午好。现在特许食堂人正多，我叫人送餐到办公室来吧。阳光真好啊，外面。太阳之下无心事，但可以找个好地方野餐。晚安，公爵。晚安。嘿，你背后的贴纸不错。可以帮个忙吗？聊聊伤疤吧。那聊聊你吧。好吧，那你近况如何？好吧，公爵，晚安。然后下面就是可以把它就是藏起来，放到，不管是，塞到棉花娃娃里面，或者说是在接上灯条，做个那种就是，声控的那种灯光画，然后等着我回头再研究研究。然后还有，因为怎么说呢？因为它这个自身的局限性，它好像是最多只能烧录10条，然后我再回头想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再多烧几条吧。那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子了，拜拜。